宜黄陂路是我觉得整个武汉最值得逛的地方之一，因为这里不仅具有思想教育意义，同时还兼具了人文社会关怀。见到这边的标志性的路标，你们先不要着急打卡哦，先去旁边这条路逛一下，一定要去咖啡店里面买一杯咖啡，相信我，这杯咖啡绝对值，毕竟它能拍完整个宜黄陂路呢。友情提醒一下，不要在咖啡店里面点太多吃的，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店，吃太饱你可就吃不下了。接下来古着店也是宜黄陂路的一大亮点，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店古着店都值得一逛，咱就说衣服没带够直接买了换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各大古着店我都进去看了一下，最近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一家宠物店真的很不错，我一进去我就能感受到店主是真的非常热爱动物的，太有爱了。最后夜幕降临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在这样小资又有氛围的清吧喝上两口，聊上两句，人生不过如此，又是完美的一餐。